Nyāngjē chīmbō tsōtān hīmī yāng sōne mōlō chīmbō ngāb yāb tāwa parkar tāngāng chāng tū shīmbār tō tūmbā tūjī chāng lā shiāng tsar lō mā vī sāngkīm chāng rō nyāng lā khārī kāntō zhōngbō mōlō mā nāmbar yāng chī chī yāvīn chōng lēn tsāng tsā bā nyāng lā mī yā lā shiāng tsar lō jī mī sōng chāng tsōng bā tī lā wā pān tsō lā bā sāng jī yōng tāng tsō Hoi pandin jongne rinpoche, rimchu hwardan lamar siyam sarlo. Q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ong shen fa pu ti xin, bing qie ru li ru fa de di tin.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单门前行书生的论点。那么学这个呢，讲前行本论的书生系。那么今天呢，就是继续讲第八个本论的书生系，也就是无尘阿斯利。那么这个呢，在本论的八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轮识文字。岁光即繁多，于心欲者，一时终难汝。一生见派，虽用告身语，行作会为之人，难修此。由是此论一皆设要义。前回入心时中有进经，列回如心暗处有明等，妙义自先无成二十例。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不管是印度、藏地还是汉地，有很多智者的论，那么解释的文字呢，太广太多，难以入到入门内心的方子里面。而且呢，义的观要、很深的见解以及宗派很高的言论，当今时代行为然作、智慧消的人就难以修持。而这部浅显的书生论，是用容易理解的，而且呢全面涉及法义贯要的方式来写的。那么，销毁者有呢，他就像内心的房子里面有呢纯金金妙宝，而且呢，裂毁者有呢，他就像自己心里的暗处有呢智慧光明的明灯。还有呢，他成为能对自己明显现出很多微妙意，何事也没有成慧的阿斯利，这样来需要理解这部全新的书生信。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个佛的教法要切实的利益到说话的众生，那就必须契合他的根基。如果这个教和技，不祥和，比如说较大计较就入不进去的，同样的较深计浅也不得真实的利益。所以呢，这个上面要很有尺寸，一有偏差就不得真实的利益。那么智者们的论述有好多好多的文字，有多方面的论述。然而呢，今天的人呢，普遍内心郁闷，这就很难入进去的。也就是说，他的智力浅了，没有很高的敏感度，直接讲下来他领会不到，而且呢，心里呢装不下很多很多，连很少的内容都难以吸收，何况很多呢？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非常切实的、正对当代人心定的一个建议，这非常重要的。而且大家需要明白，如果直接讲特别深的、间接的重义，那么今天的人们就很难修持。比如说，禅宗道论模式，说禅者如骂，成道者呢如菱角风貌。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根基差了。那么心处在一种混乱杂乱的状态里面，
智慧呢又很小很小，不仅如此，还熏测呢很重的邪慧，内在心上呢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忽略这些，直接给他讲圣医见解，就根本契合不上的。当然呢，不是说孤静的智者们在成就上有高下，但是呢，就因机来说，菩萨也会一世一世的随愿力而来，针对当代的机写新的论，而不这么来接应恐怕非常困难。因此呢，对我们来说就要选择一种非常因机能很快发生作用的法，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治病呢，要以对症为主，不能试着药方。过去的有些药方啊，未必适合现代人。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的身心状态恶劣了，完全过去的这个方法用药就不一定很灵的。这个时候呢，就要采取新的措施。像这样，如果针对当代人的问题，直接做疏导。针对他的症结，他的薄弱处，很切实的来开始，效果就来得快。如果让他自己阅读过去智者们的论点，恐怕就非常困难，可能经过好多道的程序也领会不到一丝，不知道怎么来解决自身的问题。解决问题必须靠老师教，没有言传圣教就很困难。那么这部论特别容易理解，它呢针对当代人的心，各种现实状况，而且呢举很多特别适合贴切的例子来给我们讲，这样就很直接了。那么大家需要清楚，如果真正要走菩提道，那在很多方面都必须有所了解，但是要靠自己阅读智者们的论点会很困难。啊，其实啊，一部论学完总结起来可能只是几个要点，但是呢一步一步的学下来要花很长时间，而且呢没有人指点的话呢，可能始终不得要领。比如说当年阿底峡尊者初来藏地的时候，问了这个大医师罗钦让波很多问题，他都能一一答得出。那么当时尊者赞叹说，有你这样的大智者，我都没有必要来藏地了。但是呢，闻到如何在一座当中设计来修的时候呢，他就答不出来。那么可见能设计经论的素要来做修持非常困难，不是过来人是不清楚的。那么这部论已经设计了从初步直到成就之间的所有先密修行的惯要，这就非常方便了。那么现代人凭智力难以领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性的容量已经很小很小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装不了了，装了也会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用简便的法把它变得非常简单，而且呢观要处丝毫不缺，那么这就成了对当代人的极大救护。所以呢遇到这部书生论，对于当代这些智慧小杂然多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良机，是学法的极大的顺缘，没有比这个更幸运的事了。就像一颗小小的丸子，里面已经设计了各种的禁药，而且它很好服用，自戒放在嘴里就能吞进去，之后很快很快发生作用。那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它就是一部百全大法，
是在用容易理解的方式宣说，直截了当，不会遮遮掩掩啊，不讲修行的要点，也不会注重在研究啊、辩论上面，二是呢，直接传授修行的观要。无量显密佛法的要义，在这部论里面应有尽有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是有极高增量的上师的叩授，完完全全就是彻证后的流露。在做指点的时候呢，又非常契合当代，距离现在才大约200年，而且呢，都是在官要处指点，其他的扛柄都不要，直接就把要点指示出来。说实在，这就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好书，再也找不到这么契机能一下子打开我们心灵的法了。他在无量法义的内容一点不缺失的基础上，用极巧妙的方式啊，全部放入我们内心的小小的房子里面来了。那么销毁者原来说这么多的经论要学什么，比如说句式啊、中观啊、位式啊等等等等，很多大经大论又这么难，到哪一念我才能修啊？那么三念加上去的话呢，可能20多年都还学不完。像现在的很多人30多岁才来学佛，等头发都白了，可能还不知道怎么修，这就不如直接投入，直接按这个来修。而且呢，这里面的内涵极其丰富，没有什么缺的。他把圆满的法章设计成一个小的甘露丸子，直接让你应付，无不具备的，全都具备了，真正能滋养你的法身慧命，各方面呢都能够逐渐成熟起来。所以呢，我们只要跟着加瑞尼格上师的足迹走，从最初的文法开始，他就在教你该怎么做，而且一说就能理解，多想一想就会做，这样就不怕，自己心里定下来，我本人就考这一个。他的内涵丝毫不缺，对自心有极其适合，而且非常容易理解，一下子就能入。不然的话呢，学了一大堆但都没有消化，那就很麻烦，根本没有装入自己的心里面，可能学了几十年都还不知道整个菩提道该怎么走，该怎么修行。那么这部论会给行人带来救命的生机，对于销毁者来说，学了这部论后呢，内心的房子里面就有了黄金精妙宝了，这些品质优越、极其精深微妙的法宝，很快在心里面充满了。就好像加瑞尼格大神者在给我们的心开道一样。比如大悲胡族观世音菩萨做加被的时候呢，可以把刃的内脏打开来换一个心。那么对于这个大神者来说，做这些就像游戏一样，他是安住在本性里说的，再没有比这个更灵妙的事了。而且呢，他非常契机，这就来得很快，销毁者、裂毁者都能很快转换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现在是销毁、裂毁的人，但是一遇到这部书生的论，就已经不一样了。那么销毁者心中呢，会就像拥有了纯净的金妙宝一样。那么这里黄金的金就是指它的品质永远不变，只要得了这部法，就像金刚经已经印在自己的心里一样，每个法都是真理，都是在修行道路最切要处做指点，从来不会改变。
不像其他血书，今天立的观点，明天就推翻，它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学到了它，一直到老都可以用，不必另外造一套新花样。然后这里说到金色的净，就是说它极其净妙，没有任何铸币，这不是凡夫造的论。说实在，凡夫的心不可靠，他自己做事又像搞出一套秀法，但到底有没有效，有多少是效，这都是不好说的，成了大问号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宣这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大圣这的论。一般人写的书很难说，或许看了会不适合，耽误自己的前程等等。那么，同样，列辉则就像心里有了明灯一样，他本来智慧很低，怎么都出不来法的光明。再怎么跟他讲，他的心也不能一下子发悟，一下子明了。哎，这就是他的慧根劣，见这里很差。但是不要紧，只要学到了这部书生的法。由于他的加倍力极大，能够很快让我们得智慧。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有百倍的信心和恭敬去学习它，它的力量已加在我们的心上，就好像在黑暗里面出现了明灯，那么心里一下子有了智慧的光明。一步一步的学下去，会发现自己对人生的道路越来越清楚。对修法的事，一字典就很快明白，这个金刚句的价值极大。在其他方面，可能学了很多很多也不明白，这里一句话就把要点点完了，这样才知道，虽然自己是一个列毁者，但不要紧，现在遇到了这部普贤上师亲口讲授的法句。受了加倍以后，马上就会明白了，所以呢，向开智慧就学这部论，它有很直接的功效。而且呢，这里说到妙义自先无成二十力，就是说这部论里面记录的都是呢家里有个大注释的心，就像母亲写给孩子的信里写满了母亲的心。这就很奇特，大圣者的心就在这上面，他给我们的知识已经编成了文字，那里本然的记录了当时他安住的境界，而且呢，每一句都是呢切实的教导，都是呢自界知识的话语，这就成了我们的阿斯利。另外，大家需要明白，这部论事事都在指导着我们。非常稀奇的就是，我们每看一次，它都会明显的现出很多很多微妙意，每看一次就受教一次，不断不断的看，就不断不断的有启发、有价值、有灵慧。而且呢，它事事处处都在做指点，不断不断的规范你的道路，指示你该怎么做、该怎么修行。所以呢，我们一生的修行都要靠它，尤其今天的人根气更差，必须事事不利，就按这个一步一步来做，几十年下去就会发生很大的功效。说实在，我们今天学法很不容易，要千里迢迢的一直上市，就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还不一定能长期住在善知识的身边，很多方面基本都要靠自己。那么有了这本书，它叫做《无尘二十力》，意思就是说这个方便极了。当你想得到佛法上的教授的时候，只要把书翻开来看，用非常宁静的心去和大圣者的教诲相应。他事事都在指点着你。
在传记里面讲到，金美郎把尊者是正佛再来，无边的这个罪业啊，就像大海一样涌现的，完完全全像模子里面印出来一样清清楚楚。我们不要认为靠自己能怎么样，那是错误的一个抉择。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心撬出来，撬给正佛住持们就对了。他给我们的指示一定不会错的。而且呢，华智仁波切在最后的结文里面也说到，未来的人遇到了这本书，要知道它完全是上师五聪明的口传，应该圣迹，这是正佛的圣迹和共济，这点非常重要。法在于心，心能够领导，就无异于上师在给你钦传。那么圣者的心没有任何失控的一个界限，你有足够的圣阶和共精，按照他来做，那他就是你的阿斯利，而且他没有任何忏悔这样的一个殊胜的阿斯利。其他的上师啊，讲三遍五遍还可以，如果要讲七十遍，那么先贤上恐怕也不可能。但是这部论我们看一亿遍都可以，而且他随时都在给你现实妙意，这就非常方便了。也因此呢，我们一生都不能离开这部法，一生都要奉行，每天都要按这个来修，并且呢，对于这部法我们不能认为学一次就可以，像看新影视一样，满足一下对性炫事物的好奇心，这样没有大的意义。应该把它镌刻在自己的心板上面，一生奉行不渝。大家需要知道，真正的具慧者、具根器者，给他传一次就可以了，之后呢一辈子就奉行这个。关键是自己要不断的在这个上面试修。那么总的来说，我们一方面有很大的愿望想学法，想得到佛法里面深深的见解众意，但是也有实际的困难，心里增添愚痴迷梦的，行为上呢有很多很多的染物，智慧力呢也很小。那么正对时代和自身的情况，受持这部论就很合适，它能够解决我们的实际的问题，而且呢他直接用一种全面透视的大眼光，正对现在的情况，用最适合的方式，而且完全设计了法义的扼要，这样我们就方便堕落。学一部论等于学无数部论，译制一本书等于世世译制作一位无尘慧的阿僧，他就是圣者金美朗巴和迦吕尼哥的代表，也是呢莲花生大师大圆满前心法的代表。我们应该呢事事不离他，这个呢对于每个道友来说都极其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就是无尘阿斯利的一个殊胜论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讲第九个殊胜性，也就是注入修性的生命力。那么这个呢在本论的八文上又这样说道，是说爱作言辞善巧者，论以未先教授诸大师，因此甚是叩诀精华时，秀此要诀体力何不正。意思就是说，那些喜欢借势谈说的，爱作言辞的，得到善巧智者地位的人，以及呢一切佛于圣言没有现前为教授，但是也被一直公认的诸大师们，当他们应付了这部圣者上师的叩诀精华的时候，也会因此而增长具足正权实修要诀的身体的力量。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讲本论呢对于那些学者
大士们的帮助。大家需要明白，有一类人特别喜欢口头谈说，做很多文字修饰，而觉得自己口才好，能说会道，别人也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善巧的智者，他也会因此拥有很高的身价，跻身于智者的行列。那么这类人呢，有一种习气，喜欢推敲词句，语言表达的很优雅，不断在文字上做来做去，世界根本不了解怎么修辞。同样，还有一类人，对于各类佛法的大经大论教典都会讲，他们了解很多很多的经论，这个也看过，那个也讲过，学过很多很多的教典，也讲过很多很多的论点，而且呢，达到了大士的级别，人们都一直称他为大士。但是，一切佛的圣言并没有在他心中显现为修行的教唆。大家需要明白，佛法重在世间，没有正修世真，就不能给人指点。如果光靠自己阅读或者做一些知识研究，那连一些初步的修行要诀都无法掌握的。因此呢，修行一定要有三知识的自传，这个非常关键。那么刚前面讲的这两类人，必须学好本论，不然智慧样样值得一辈子，实际却在空虚当中度过一生。大家清楚，当今世代有很多佛教学者、佛教智者，还有很多很多喜欢讲经说法、擅长邪术、做理论体系、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实际对于修行一窍不通的。就像过去有一个人禅师写得非常好，那么一个居士向他请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老实跟你说，我根本不懂禅。”那么这就说明很有问题啊！这些人文章写得好，只是他过去是有很深的文字习气，并不代表真正懂佛法。所以呢，在这里要严加辨别，说者和行者是两回事。有的人在很多很多方面都说得头头是道，其实他一点是修是正的经验也没有，根本不可能指点人怎么入道、怎么修行等等。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修过。有的人呢，一辈子都钻在焦点里面。譬如一些搞法相的学者，他们认为只有读破了大藏经才能示威、才能修行。此前连示威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修行了。说白了，这就落入了颠倒见当中。那么这类人一辈子都在搞学术研究，但是也被封为大师。那么这部论就是真正能给他们注入修行生命力的最精华的一个口诀书，而且它就是是修是真经验的直接传授。其实大家需要明白，谈到是修是真的经验，那确实不复杂，无论哪行哪业，真正的精髓的时候，这是这个要点。譬如学医，这是自己在图书馆里面看艺术，或者到处听一些学者的演讲，几十年下来可能一点真传也得不到。虽然可以写很厚的书，花可以做得很漂亮、很诱人，不知就里的人误以为他是一个行家，其实他一点也没有把握到精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得到师父的指点。如果师父的造诣很高，有师秀的正量，就能直接霸住他的名药。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师父串的时候会直接用口诀串，至于弟子能不能意会，就要观待自己的心心共精、附会质量等方方面面的条件。所以呢，真正得是很简单的，按那个原则进行就可以了。
不然真正到了思秀的地步，还要把韩柳冲动的书拿来不断的翻，才知道怎么做的话，那就很荒唐了。就好比养孩子、搞育儿教育的人，虽然写了很厚的书，但是他没有养过孩子，写了很多复杂的理论，一点也没有说到关键。啊，其实只是几句话，母女之间串一下就可以，串了他就会养。啊，所以呢，不要再走这些歧途了，不要一味的当作严肃，根本没有得到思秀的精要味，这是在表面严肃上做各种的修饰转换，或者做一些学术讨论，整天就在知识、冥想、各种观点的罗列当中转来转去，丧失了修行的生命力。如果能去应付这一部圣哲上师口诀的精华，那就像应用精华的口服液一样，一喝进去马上感到增长了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它有速效，能直接充实你的机体，激活你内在的能量，让各方面的运行更加顺畅。那么，同样修心也有一个圣地。内在安置了一个最好的修行的圣地，就是指居住正权实修观要的圣地，在心里安插了修行的程序，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心造出了一个修道的身，内在已经注入了一整套实修的信仰，而且它的力量就会不断的增长，这就要非常用心的把这一部要诀精要一份一份的刺在自己的心里面，肯这样去收容它，那么就好像塑造了一个新的修法的机体。那么这样一旦吸收了以后呢，整个人就变得非常充实。这就像唐朝历史的雕塑，它有一种爆发的生命力，非常雄健。那么相反来讲，如果没有应付这个口诀的精华液，就好像松糙的雕塑，没有一种力量，看起来呢很壮硕，实际只是一个虚胖，根本不经大。要上唱的时候呢，一点也用不上。那么同样，如果没有口诀的字典，光是死读书，读来读去，读到头发白了，也一点修不起来。所以呢，我奉劝到我们大家，应该把这部法看成重中之重，不要只对学知识感兴趣，却把这么宝贵的实修法甩在一边，既不思维，又不翻新，也不实际的修辞，也不讲，也不听闻，甚至连讨论都没有，这就本末倒置了，是极大的一个颠倒。所以呢，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大圆满前行的实修法上面，那么这样就能很快充实自己内在修道的机体，从此呢成为一名现术修行的人了，内在呢开始变得非常充实，能够把握到整个修道的实修要点，这种力量会逐渐的随着你的修行而增长的。比如一个人从前没有学好普贤上师口授，他在修道上就非常幼稚，甚至根本不了解。啊，就像有些人跟我反映，他说什么呢？我过去不知道下曼，后来学了一些经论，回溯八下十曼是什么了，但是具体怎么修啊？不知道。怎么运用呢？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作用呢？不知道。这就充分说明他还在门外。那么真正学好了这部法，会发现自己这2、3年完全不一样了，明白了该怎么修行，每天的生活就是实修，无论遇到什么、做什么，都开始能运用法了。而且呢，学法一旦进入良性循环，把握的力量会越来越大。大家需要明白，这并不是片段的法，并不是一个局部的法，因为传授者增量极高，
他不可能像一般的人搞了一辈子还只是在一个小的领域一个小片段里面转来转去，稍微有一点点经验，这样就没有办法叫怎么全面的发，只能叫一点点，除此之外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这部书生的发一来了以后，从外潜心内潜心一路修上去，确实能把握整个菩提道的观要，这就节省了我们的时间啊。所以呢，大家不要一辈子专顾自对，好像不需要老师，自己这儿学学那儿看看，不要这样子。你本人应该首先得到这个扣诀，再去看就对了。那时候呢，就知道它的要点在哪里，怎么用来修行，而且一切圣言会显现为修行的教授，这要经过一番的指导，才有这种能力。那么真正学透了一部论，而且用在自己的心上面，我觉得这非常困难。像有些人的学法，很多年能不能钻透一部大论，都值得怀疑。哎，譬如学一部大论，而且呢，一周学一次，这个跟过去连续学习的状态相比啊，连十分之一的效率都没有。这一周刚学完，下一周就全忘光了，可能一年学下来，一文就只记得几个名词，即使全部记得，但是真正修得起来吗？而且我们是很低的凡夫，那是很深广的一个道相，相差太远了。所以呢，不通过潜心的指导，一般人怎么能修得起来呢？严格来说，这也是一种学法的企图。因此呢，一开始就要直接入一个具足告真量甚至丧失扣诀心要的引导法，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它已经完全透彻呢，在修道上针对一个低俗的凡夫啊，需要具足哪些要点，以及该怎么来开启它，而且都是直接的传授。哎，最直接的口传，亲自口传书生的法义呢，我们一定要学习。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部论呢，它有注入修行的生命的力量，这就是它的殊胜性，大家一定要明白。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十个殊胜性，也就是说，金针制心计，用黄金做的这个针去治心脏的严重病。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本论的八文上又说到，贯空安中透视大修士，翻翻行散炫耀大行者，不知计量冒难为正师，坚持道如竞争之信迹。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到三种人。那么第一种人呢，就是观空，像在黑暗里面透视一样，就是说没有脱离分别念，在寻思分别的状态当中观空，还自诩为大修者。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不断的反反心善，做了很多假心、正心、解心，没有以善书生奢侈的善法，却自以为了不起，并且呢，特意在别人面前显示自己是个大善人、大菩萨。那么第三类人呢，就是说不知道自己到了哪一层修量的未成就者，一切的行为呢，装成已经达到了特别高的成就。那么这三类伪装者，见到了这一句一句的二传之道以后呢，才达到阿要处的缘故。所以呢，这部论呢，成为入到他心中资料的进证，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我们解释一下进证之心计这个譬喻所表达的意义。那么这就是指心脏外皮里有积水，要用黄金做的很细的针扎中的部位放出积水，那么这样的话呢，心脏病就会好。但是呢，这个需要有极高的艺术。那么以前听房上次讲过，
第五是观音上师晚年得了这个病，当时呢安排高明的医生来治疗，要治这个病，在扎金针的这个时候必须非常谨慎，而且呢病人呢这个时候不能入定，也不能突然恐慌。为什么呢？因为入定的时候呢，这个刃呢很放松，那么心脏就会速颤，针一扎就会扎到外皮里面的心，就会导致死亡。同样刃恐惧的时候呢，这个心会动，会导致针一下子扎外，也会死去。但是在治疗的时候，大悲护主啊当时安住在心的本心当中，而且摄受的元气也很气意，扎针的人一下散失，导致他老人家圆寂了。那么从这个典故就知道，一般虽聘的医生根本治不了这个病。为什么呢？因为很难下手，这个病就在心脏里面，不在别的地方。只有医术精湛的圣医，巧用竞争扎中要害，才能把脊髓放出而治好病。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步轻易束手，人们没有办法治了。那么像这样刚才讲的三宗在见秀心上入了未秀状态，那是病入膏肓的状态了，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治。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啊这三种人对自我的顾家很高很高，特别自以为是，这就非常难治。这是指一类大圆满、大受因、禅种等的未修者。那么有人会问呢、啊、观空性啊，修燃尽平等啊，处处行菩萨道，修这么高的法，肯定有很殊胜的功德，一下子就能成就，哪里是病入膏肓呢？大家需要明白，法就像药一样，但没有学好也会成为非常难治的病。自我定位低的人呢，容易前辈愿意接受教导，但是如果他修的法越来越高，认的状态越来越不对，还自以为非常了不起，我们特别高，那就完了，谁都治不了了。一般人怎么举止呢？他会说你这种人还自我啊，他连话也不会听的。那么这种人就非常麻烦，这就是见修心入了严重的歧途，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了。具体来讲，第一种人天天修空，其实问题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脱离分别念，是在训示分别的状态里面观空，还自以为是大修者。就想在黑暗当中根本没有见到眼前的八字，这样自是盲目的认识头，哪里证得大众的八心呢？这无非是他一个小脑挂历出来一点虚妄分别，然后说空空空，这叫什么大秀呢？其实大家需要明白，他是在一种狭隘的状态里面，根本没有见到做法空性，一直处在虚妄分别的状态，还自以为是观空的大修士，还把自己定位得很高很高，对别人修什么因果、修什么出离心等等根本看不起，这种人最麻烦，简直不可救药。那么同样第二种人是未善的，他其实处在好明的一个心态里面，但是呢自己根本不知道，发现不了，到处就做这个三法那个三法，做了很多很多，自以为很有功德，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其实啊，任何一个三法都没有以三数神设置，所以呢是假心还是正心以及解心都没有入于大乘道上面。那么这种人往往自视很高，像现在菩萨的名称漫天飞，人们都说你是大菩萨、某某菩萨等等等等，他自己也以为我就是一个大菩萨。其实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在骗自己，
特意显示自己如何如何了不起，做了一点功德就格外有一种姿态，功德做得大，成了功德主，自己有了一些名誉，就表现得特别不一样。他已经做到了那么高地位，谁还能劝动他呢？整天活在自我陶醉里面，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所谓的菩萨形象，把好命的心晒在里面，成了一个志气的人，这种人也特别不可救药。那么同样，第三种人是没有自知之明的，根本不清楚自己的心到了什么修炼，却去行持一些超越的行为，根本没有达到那种修炼，却任意的行持双运、降伏啊、喝酒啊、杀生啊、抽烟啊等等等等，什么戒也不吃，什么规矩也不守，整天胡说八道、疯疯傻傻的，这就非常可怕了，基本没有办法治了。如果能见到这部书上的法，这里每一句都是那二串的极切要的修行之道，那么这三类人就会转变，修持会达到扼要之处，不会整天盲目的在寻色分别里面观空，也不会为了求名炫耀自己而行善，也不可能为达到修量却冒充成就者的行为，他会变成一名在自心上切实修持的人，知道每一步怎么来达到扼要，怎么一次的进行等等。那么前面那些虚伪的兼修性的状况都会远离了。那么这三种人都是在兼修性上要求高、要求大、要求深，然而呢却步入了歧途当中，就好像在心脏里面已经有了积水，不是在其他次要的内脏里出问题。那么由于是在核心上出了问题，不是特别有力能真正破掉鞋子的话，就没有办法救他。如果心里的毛病化解不了，那么这种状态延续下去就会断掉敏感，确实彻底断掉发生回民啊，非常可怕了。所以这里大家需要明白啊，卷之化之人波切八文上已经说到，普贤上师自己口串的口授啊，的的确确就是有竞争之心计的书生性，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是这样。那么最近前行这几堂课的内容呢至关重要，所以呢为了到我们大家自己心中应生终身修学这部前行引导的观念呢，我就出了一些思考题，大家要重点思维、重点研讨。那么这一课的思考题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讲就可以。第一个呢，就是每个人观察时代的现状，思维广的社论，还有恒盛的见解，难以利益现在行作回味的众生，由此呢体会到本论容易理解而且完全设要义的殊胜性。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要思维本论有注入修行生命力的殊胜。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修行如以企图病入膏肓的有哪三种人呢？那么本节课所讲的重点在这上面，所以就出了三个题。那么前三堂课当中也有很重要的思维的问题，那我想这里还是给大家讲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思维本论的内容掌握它的纲要，这就是前面第一堂课讲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何说本论是终极窍诀的大宝藏呢？你必须本人要明白这个道理，让你自己相信，让你心里接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思维本论如同善家烹煮的美餐，它是一个鲜衬的美餐，你必须要思维，必须要明白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第四个呢，本论是如何善巧政治学人心地的呢？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思维本前性的修行次第和修后的成果怎么样呢？
你还是要入理思维。那么第六个呢，就是本论是如何如先梅入木一般对我们做学生的关怀呢？那么第七个呢，为何说本论是价值如一报呢？你要想清楚，你要彻底明白，否则你不肯好好学修的。那么第八个呢，就是是为本论以这个术语做交界的殊胜性。那么今天前行的课呢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大家按照普贤宣品做普解回向。我以大一切智，随我一切过患贫，生老病死由我保，愿度有害处有尽，愿我生生与说记载。